那不要洗皮，就这么简单。卖色啦，打钢铁色哦。啊，不会洗到脱皮哦。啊，一直洗，一直洗，一直洗。哎，这边我好像曾经来过哎。我们往左边走好了。到现在我还没拿到半张地图，真是很烦。好笑、哦，这是怎样？好，找到地图哥了。给丢！啊，今麦是安怎？给丢你！自称肥宅台主很多了，不知老皮。其实我们当实况主哦，说真的，做久了真的是职业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下去吗？也可以。那种职业病哦，就像我们现在以前明明就瘦了跟什么一样，根本就刘德华，而且做一做之后就变成什么洪金宝哦。好，那实况主当久了，这真的是洪金宝在线哎，这不用讲啦。啊，这个都是有苦难言啊，不是我要讲。有苦难言，说不清。所以我说地图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所以我说那个地图呢？哎，拜托！以前瘦的时候，我就算我不讲。别人也会误以为是刘德华找合照，好不好？在那边，只是我都不想要，不想讲而已。因为我觉得每次我讲，每个人都不相信，都在笑我，然后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啊。但事实就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我个人认为，对的事情，对的事情就是要勇敢表达。可是有时候我渐渐发现不适用于在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很勇于表达我自己了，但是呢，就被社会压制啊，啊，社会就强逼我就是要默默的沉默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难怪台湾会倒退就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我只能选择沉默啊！都没有人相信我像刘德华、啊。知道我这几年来多苦吗？我说讲干话进步了、哦，太好了，我又比之前更强了，谢大家。老头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脸皮这么厚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的脸真的还蛮厚的、欸。上次上节目的时候，拿那个夹子啊，直立拿那个夹子夹我的脸，根本夹不起来，你就知道有多厚了。自称87%，老头打算什么时候实况巨兽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我还蛮想玩巨兽的、欸。今天直立有找我玩巨兽，但是我拒绝了，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要忙影片的东西，结果忙到一整个下午。还没弄好，其实我还蛮想玩的啦。我看他玩觉得好好玩啊、喔，说真的，我看他玩觉得很好玩。哎，干，重新。最后一站会吗？会下吗？我还是找不到地图哥哎、欸，他到底是死去哪里了、啊？这地图哥是怎样？刚刚沿着那个地图去找地图纸找他，结果发现他现在人啊，找到了地图纸在这里。哎，不对，这是刚来的地方啊！啊，地图哥到底去哪里了、啊？该不会在下面吧？这里？也不是啊，这是拿那个碎片的地方啊。这里是来过了，地图哥去哪里啊？
错了，我错了。所以我说，地图哥到底在哪里啦？哦，很生气耶，一直丢这个纸给我啊，不就是要引导过去吗？啊，你今麦搞整下就无看到人，你是咧？你在挑衅我吗？哎，开了啊！啊，原来要过完才会开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来来，快！快个75块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看来不是大王了，我终于可以看得清楚现在这一路怎么走了。好了，地图哥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可以滚了。光明黑暗有分职业哦，有啊，有分职业啊。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好，我为了找这只地图哥，我花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。人生好难哦。人生好难啊。欢乐的迷局院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呢可以往下走看看。啊，我们来往下走看看好了。来来飞一下。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哎，好爽啊！直接这样飞过来。好，可以往下了。这样我们就有方向感了，不然没地图，在看心酸的嘛，是吧？这里到哪里啊？左边走。老头当时逛挺久了，1年半左右的时间。1年半，多不少。1年半，快要2年了吧？如果今年12月过了，就2年了，2年了。Hello， 我会扎自己人哎、欸，好皮哦。音速小子 Sonic。骇客装原来他也有，哈哈。哇，这么多！哇哇哇哇哇 ！Fire！ 好好笑，靠杯！洗八路。太多粉丝了吧？我们的粉丝应该需要理智一点才对啊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作为粉丝，我们需要好好的理智一下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真的会吓到我、啊，真被吓到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没东西啊。好吵哦，吵屁哦！香港粉丝哦，哎，你好，雷豪，雷豪啊，雷豪，雷豪，我还会一点点香港语，雷豪，雷豪。雷豪啊！黑暗与光明的模组现在应该还没有出来吧？还在测试阶段，很早期呢。应该还没有人把模组暂时做出来过。这种洗一大堆的，我就直接给他先禁言了。然后英文我也看不懂，哭哭。用广东讲干话我不会耶、欸，说真的。为什么想要当实况主啊？就很简单啊，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。然后除了我当实况主之外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干嘛、欸，说真的。哇，原来是秘密通道。我先去
上面打开这个奇怪的东西。好喜欢你之前的十人巨婴，不过短片蛮多台语的，有一点听不懂。哦，台语哦，其实我自己的台语不好哎，我顶多会那一点点而已。所以说，其实那些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废话啦，也不用太在意那是什么。啊，这里是怎样？哦，原来这里是通往这边的、啊。好，我们走一下秘密通道吧。雷猴，雷猴啊，雷猴，雷猴，雷猴，猴猴猴塞雷，猴猴猴猴 ，BOSS 战，妈妈咪呀！我们呢，先去存个档啊，等一下再来打一下 BOSS 啊，不然等一下死掉要走很远，会哭哭啊。我们先稍微回去一下，坐一下椅子，记个点哈，这边吧。哎、欸，过这么久了，不要这样子，在上面。嗨，存个档。好，我们地图已经已经解锁了、哦。哇，在下面，下面那只应该是 BOSS。好辛苦啊、哦，深夜还开？不会啦，不瞒你说，我只睡到两点多啊。啊！我睡到凌晨两点多了，还好啦，可以的。能当游戏实况主真好，看你的反应力都好强。哪有？我告诉你，玩游戏其实并没有像什么职业电竞那么强大，好吗？一切都只是花拳绣腿而已。当时光主才可以对粉丝讲干话，是没错啦。吸虫之母，好吸好吸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？那我就多打一下哦。也太弱了吧！你是来送分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你就当做送分的，我也是醉了。看一下拿到什么。吸虫之草，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徽章看起来很猥亵啊？好像 R20 的正面哦。好久没事啊，差点讲出来。将复活复仇之魂啊，法术变成一群不稳定的幼小吸虫虫，格数不够啊。看一下我们一格可以装什么哈？可以装这个耶，也可以装这个耶，这个我们装了。好，只能装这个，这个之后再装。好了，打完了，我们可以往前走了。往前走再往上，应该是不错的选择，是吧？来吧，宝贝。开视讯啊！我现在没有穿衣服哎、欸，你要叫我开什么啊？看我一身肥肉吗？不太好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好像好想吃早餐啊！死亡细胞哦，目前还没有完。哦，可以这样跳伞，不错。下去。哇！还好反应快、啊，切掉不是就没钱了？广告部分都切掉啊。事实上是这样没错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什么声音？哦，艾蒙梅摩哈！那演哪一出啊？
啊，明明就没人在那边啊啊，跟我讲。其实你们看影片前面倒数321，那个也算是广告的一种，不用把它全部看完了。只要有出现，就算是有听说。Nicole Gang， 哈哈哈哈！哎，功能强。Nicole， 原来是食人巨婴的男主人啊！哎，你来这边，你找你的 Torico 找到这边来了，是不是 ？Mera， Akko。Mena， Akko。Grumas， 他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恶心哦，这边是怎样？我靠！妈妈咪！粪虫防御者。懂吗？看，超好笑！哇！人家干嘛的？爸爸。龙马。龙马，网球王子。哇！哦哈哈，游泳健将呢？哈哈，原来是个游泳健将呢。哦，不客气，谢谢。龙马，哈哈哈哈！那哈哈。嘿嘿，原来他那个大便可以打、哦。哎呀，一呆。啊！人家那么厉害吧？速度变快了。人家一勒，有点怕的。打不了哎、欸，他硬了。哎、欸，大，别这样子。哎，会死，先补。打不到。呀！为什么打不到了、啊？懂吗？是我错觉吗？感觉没有伤害嘞、欸。啊，这个就有，这是要一瞬间的事情啊。他蹲下去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就没有。啊，这怎样判定啊，大哥？哎呀，干！要死了！太想死了！好臭、哦！哎，飞走啦，飞到对面去啦！防御者文章，我们打爆了一只大便虫。我还说什么呢？全身臭臭的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什么东西？把水灌了上去。我好像做了什么。巧克力喷泉，有，我要看聊天室，差点摔死。所以说，我们把水往上输送哦，然后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有上去哎、欸，我想要回头，我可以回头看一下吗？回头看一下好了。反正这边都打过了、啊，他也不会再出现了嘛。对啊。
哎呀，那就走回头路好了。我还有个地方想碰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就走过啦。啊，不要理我。卖草啊！啊！可怜的中二病愤青龟。爸爸！爸爸！所以说，我们现在人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下面那个解过了没啊？说真的，我是有点忘了，那个没解，其实好像也没差、欸。敌语之根啊，那个叫做敌语之根。我来看看。我们还是往上走好了。你看这个背景，这个管子全部水管都接这个水了，都通了。啊，收了通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日出了，等一下，六点去吃早餐。哇、啊，我们终于有水了，下雨了，欣欣向荣。这边没有走过，走一下。早该开了啊，开了有好处啊，才不会呢又走不过来，对，省得麻烦。那个是商店的意思吧？对啊，商贩啊，那个的上面是一个商贩。我们有多少东西可以卖啊？哎、欸，还蛮多的哎、欸。在想要不要卖一卖，卖个钱来着？卖个钱好了。Hello， 我的空洞骑士。Helm Delker。神秘的骑士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除了你的喷泉之外，没有任何记载？因为我是你的噩梦啊！陪老头过了一夜，真的，陪我过了一夜，害羞。来卖东西哦，哇！现赚。拜拜，期待下次看台，好哦。Velmi Ardred， 我们又有好多钱了、哦。Morrison， Velmi Ardred， 哦，他好像男粉丝比较多是吗？哦，对啊，毕竟喜欢我这游戏类型的女生都把是占少数，而且应该严格来讲，不是只有我是这样吧？大家都是这样啊，客群就是男生比例比较多啊。哎、欸，啊、人不见了，哎、欸，下降是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怎么他消失了？还要干嘛？聆听。看来又有虫子加入我们了。我要给你一个礼物，武士。我作为店主，真的很难把它免费割舍给别的虫子。但作为伟大的古丁贤者，我必须承受你的记忆。你已经掌握了我其他学生所有的技能，按照传统，你也可以获得这枚勋章。爸妈，把它带上吧。古丁大师的荣耀。好、哦，只需要花费一个、欸，提高对古丁持有的记忆，掌握更快的集中力量释放。哦，蓄气变高啊。那我可以把这拔下来了，这个要有椅子才可以放一干。好的，爸妈，妈妈，爸爸，他叫我爸爸了。谁是你的爸爸？有些女生是看口袋的深度哦，这个也是有啦。现实层面来讲，这算是聪明的选择，让为了让未来过得更舒适吧。
相对的不只是女生啊，好吧？我们那一直都讲女生，感觉好像不太好。我们男生也是啊，是吧？我们男生也是会想要找一个就是包富婆啊，可能也是想要少奋斗二十年，男女都一样啊，要愿不愿要不要而已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巴喷啊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，算了，卖了。口袋的深度是黄腔吗？不是啊，口袋的深度是钱啊 ，money 多不多啦？你是谁？又一个随意挥舞武器的家伙。我猜你之后杀很多虫子吧？就算你不会在意那些死者的想法，至少想想你为我添了多少额外的工作。讲屁话一大堆，又把他杀掉了。对不起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怎么过？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里欸。我的人生怎么办？圆满了吗？还不够圆满啊。还有哪里可以去啊？还有哪里可以去？还有哪里可以去？左边下面。哎呀，好麻烦啊。我们刚刚打了，守梦者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去找爸爸，我们去找虫爸爸。我们刚刚捡了不少的甲，不少的他的虫啊，我们可以帮他跟他领取一下奖励哈。啊，已经受感染了十字路口了，这边全部都受感染了。虫爸爸，我来了，要许。又是说银包里的厚度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你们香港可能是叫银包。快给我钱！哇，会，会，你给我什么呢？会，哇哇，盛朝印章，会，又是钱。哇哈，我到底捡多少给他？哇哈，会嘿。好笑啊！又给我一个，好好、啊。苍白的矿石，耶！我可以去升武器了，这样不错。咖啡啊，一起喝会窝心。要看跟谁喝吧。Run Joe's Danger。啊，两千块，我的小丁丁要强化了。中枪。又往我的丁丁那边敲个三下，啊！又变强啦！我的丁丁比以前更坚硬了，改成螺旋形。哇！现在都很流行螺旋之力哦。啊，有螺纹的不错，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。螺旋丁丁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带螺旋的丁丁。好了，感觉很痛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我忘记要去询问他一下，下一次强化需要什么材料啊？三块吗？啊 ，Run Joe's Danger， 果然是三块。螺旋钉钉还在旧档案？你是说备份档案吗？不是大叔，我是四年级的小孩。哇，好年轻啊！啊，四年级的小孩子你好。如果你无家可归的话，我常常会带一些四年级的小孩子来我的房间，好好的聊天。然后下个画面我就被带到警察局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诱拐未成年。抱歉。搞什么？哇，这边居然有单独的长椅，怎么回事？不会啦，应该救回来了。他有帮我救档案救援啦，那还好啦，因为毕竟档案多的话要救回来，其实除了之前系统还原之外，没别的方法了啦。哇、哦，大师哦！喂，不要！
不要啊！黑暗与光明的最低需求大概在哪？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，我没有刻意去研究。现磨现泡的咖啡，不加热的东西是最回甘。是的。哇哇哇！我发现这样打不到。但我会死。太贵手啊！为什么他不能格挡？为什么打他不会有格挡效果？还要这样解啊？故意的吧？那现在夏里那个档案救的如何了？啊，档案救的回来吧，应该是可以救的回来吧。啊，这边是要直接往右边走好了。然后昨天备份西草花了一整夜，今天闯关又花了很久，明天还要做处理，可能又要花了一天。少女，我快往生了，她也快往生了，真的是很悲剧耶。备份其实是比较麻烦啦，那你现在就有点像从头开始的感觉 ，R1 从头生活那种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从头回到原始生活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你就是太念旧于过去的东西了啦，所以说你过去的东西太多了，啊，才会档案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看像我，对于不想要怀念过去的东西，我全部都把它删掉了，留着干嘛？碍眼啊！啊，我还宁可就不要再也不要看到那种东西了，那留着干嘛呢？不懂，不然就全部都上传到 Google 云端。啊，你全部上传到 Google 云端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不用备份了，以后都从云端那边下载就好了。我原始生活三天了，不错啊。香港有一条金鱼街，家长会跟小朋友说不要乱跑，不然会有怪伯伯诱拐去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难怪，原来那是你们那边的说法啊。原来如此。最喜欢什么游戏啊？我不知道，有点难回答你，因为很多人这样子问我，说真的，我只能跟他讲说，我觉得喜欢我就喜欢。哎呦，这是怎样？一家人。啊，亚咩！老头Steam的游戏重灌一定要重新下载吧？当然啦、啊，不然怎么重灌啊？啊，没有啊，可以档案快取完整性啊。你可以档案快取完整啊。那个在后台的功能可以用得到。我做了乐高积木三天全组完，外加手做到长水泡。啊，你平常没事还在那边组乐高是吧？你是太闲没事做买乐高积木来玩是不是？哦，我听到虫虫的叫声了。我们要去救我们的可爱虫虫。
在哪里呢？先来这里看一下好了。不要。啊！哇，机器变好快啊！找事做啊，没电脑也不能用影片，也是啦。早上了耶， yeah, 等一下六点去吃早餐。我用云端同步好像没用，你可能是没用好。老头换很花钱的物品在古老盆地，我去回顾找到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我会回去的，感谢你的帮忙。不过我现在这些钱呢，应该还用得到哦，原来在这里啊、哦。用了一只，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没声音了？这里是什么？我有不祥的预感。你这边都关了，哇，有毒气。哇，还有他的毒气让他哇，守望者骑士，哦哦哦哦哦哦，亚妹，亚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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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感觉不止一只的样子，打爆打爆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，现在是连续两只一起玩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这样子，那我就这样就好了。那走路好好笑哦，那走路好可爱啊。差一点，杀掉一只了。他们的数量有点多。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啊！哈哈，买！哇，我跳高啊！再来挑，再来挑。往后退是怎样？
到底有多少只？哦，终于打完了 ，nice。所以大概到六点多左右吧，我已经打完了啊，没有送东西给我，全部都打光光嘞，就这样啊。有玩传说对决吗？没有。没有玩传说。这东西可以捡，又是这个烂圣朝印章，换钱用的，还以为会给多好东西嘞。不过呢，好处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打入梦者了，入梦者好像在上面的样子。安安你好，一早起床看到老头的频道配早餐，太好了，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。人太累了，我也累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了，说好的幸福了，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。开心与不开心，一起数着你太不舍。你可以看望远镜，然后呢，看这个伊和在，哎呦，不能动。嗯？恐怖游戏是不是？钱涨的好像虫卵哦，它的确是虫卵没有错啊。哦，你这里是巴西是晚上啊？哎，入梦者又是他了。我们来打入梦者咯。这是一个虫虫的游戏，所以说你现在所看到这些都是虫虫。趁现在他还没攻击之前把他打死，你觉得？找了一个零件啊，聚集时间到喽！我是你的忠实粉丝，谢谢。阿里嘎多哥达伊马斯，会跟巧克力合作直播吗？其实说真的，我跟巧克力不熟哎、欸。真的，我觉得你们要一个观念，并不是实况圈大家都是大家庭。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！哎呦，不错哦！啊，卡了，有吗？有卡吗？没有吧？好，我们成功的解决了一个入梦者了。我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入梦者还没打。最后一个，居然在真菌之地啊！哎，我们先设法回去吧。这里好像没有出口的样子啊。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出去啊？感觉这里并没有、欸。啊，还是只能看一看这个没屁用的东西。也是可以打。哎，哎，哎。What happened？ 我在跳什么东西啊？我为什么我一直跳？等下我摇杆坏掉了、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刚才怎么了？刚刚是发生什么事啊？算了，不管了。会卡一下、哦，现在应该还可以了吧？我记得你好像认识阿神，怎么认识的、哦？就活动上认识的、啊。对啊，我是认识阿神没有错啦。对啊，就 YouTube 的那些活动会场有交集，聊过天，聊聊聊聊聊聊聊，啊聊聊聊聊聊聊聊，啊聊啊聊聊聊聊聊。好了，我要怎么回去呢？他没有传送门，让我直接传送，我要这样子用走的回去。啊，你这样对吗？
这些 boss 又恢复原状哎、欸，是可以再开战的意思吗？哦，到这里又有 BGM 了。哎，是胖子跳下来压我。妈妈，好像在讲妈妈，对啊。哎，这里是哪里？第一次来。哇，铁门关起来了。放开那个虫虫。抱歉。放开那个虫虫。耶、又救了一只虫虫了。有时间多开开直播吧，会啦会啦。但是我还是以我的影片为主比较多，影片为主，因为 我本身的频道就是做影片的啊，直播就只是偶尔玩一玩啊。原来这边好多扇门可以进来哦，都不知道原来这里那么多扇门可以进来。啊，一进来开一发，杀了他的全家。还要去买早餐啦，去吧去吧，这么好，都可以去买早餐，我也想。我也想买早餐。有没有人要帮我买早餐？拜托了。哇，这个妹子，女歌手玛丽莎。一个会让人放下所有重担、安抚所有依然困苦的灵魂的声音。啊死！有妹子哎、欸，好爽哦！等一下，我先停留在这里。我就知道，啊，漫游者日记藏起来。把你唱起来，把爱唱起来，哭着说拜拜。把你唱起来，把你唱起来，说拜拜，拜拜。玛丽莎，死前还喊着玛丽莎。我很少看你直播，都看影片，因为我直播也不多啊。买好寄给我，那都应该都已经啊凉了吧？好，我来了。这里是哪里？欢乐之屋啊，是有多欢乐？哦，温泉旅馆，不错不错。噔噔噔！哪里搞嘞？你妈是啥物情形？What the hell？ 直接这样送上来了、啊，哎，欢乐之屋还没有去完，你就这样子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回头一下，不要说拜拜啦，没有了，随便讲讲而已的。啊，这边吗？先回来，我们看一下欢乐之屋长什么样子、啊。老头要下班了，好好。其实我要下班，随时都可以下班啦，只是我给自己定时间。Hello， 妹子，妹子，小家伙，欢迎来到我的舞台。我是玛丽莎，一位有些名气的女歌手。你也许很难相信我说的，但毕竟这个舞台如此的破旧。曾经有数不清的虫蜂涌而来听我唱歌，啊，
然而有什么悄然改变了？那些曾经狂热支持我们的观众一个个离去，我继续唱歌，但我的声音传不到他们的耳里，因为你已经死了。或许你愿意听我唱歌，这将是这个时代第一个听我唱歌的虫子。好哦，坐下听。还是直接原地坐、哦，有没有那种成就？就是听一个小时获得一个成就，忠实玛丽莎的粉丝，感觉还不错。老头，我想知道角色会摔伤吗？不会，角色不会摔伤，他是不会被摔伤的。就这样子吗？没了。欸、其实听得还蛮悦耳的、欸、有点像铁达尼号的感觉。啊，唱完了吗？好了，我觉得呢、欸，我不能动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应该送你上西天的，这是一个超度模式。欸，安安你好。即便只有你一人，我也觉得能够再次拥有观众，这是件美好的事情。那你哪时候会超度呢？算了，我超度你好了，再见。对不起，感觉蛮残忍的，但是我要让他消失了。好，我们可以走了，正式办完了。这里是直接到这个上面吗？啊，我知道那是什么。哦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个很讨人厌的任务，我再不知道要怎么过那个任务。那个任务真的很烦，不能搭车，也不能受到伤害。这太难了吧！气死人了。我觉得我下次直播再解那个东西好了。我们现在想办法把所有的入梦者都把它解决掉，我们还差一个入梦者嘛，对不对？我要签签签，给我签签签。现在是卡住了吗？哇，这是哪里？啊哈哈！哎，爱之塔。我怎么感觉有不太好的感觉？爱之塔耶，被关在里面怎么回事？错误，爱之塔，哪里搞？没有出口？哦，有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全部被关在瓶子。What？ 再擦一点。原来没有虫虫。喵，好可爱！我来救你了，不必担心。耶、yeah, ，我救了一只。我们还差几只啊？希望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救完。等一下。哇！原来这里是可以直接这样过来的、喔，谁会知道这里可以这样过啊？根本是在搞人吧！直接这样通过去、欸，哎，好扯哦、喔！哈、哦，暴食小弟，哎、欸，你好，早上5:55了，好的，以后还会有别的啊，当然会有啊。当然就是播我想玩的啊，以后当然是都播我想玩的东西啊，不可能只有这个啦。啊，下午6点啊，干不行啊，我要下午6点会挂掉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我来过啦。
所以说这里只是一个路过的。所以说这爱之塔还不能进去，怎么回事？我还蛮好奇里面到底装了什么鬼东西、欸。哦呵呵呵，笑什么笑什么笑啊！卖个球，卖个球啊！卖个球，卖个球啊！感觉猥亵的感觉。王国纪元了、啊？没有，没有王国纪元。所以说这边都是王国边缘。往右边走，再往上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了。了解，我也好奇，真的，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啊？哎呀，原来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真有默契啊！原来不只有我想，但是过不去啊，我能说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哇，怎么会掉下来啊？落块吗？懂得要面壁，我最不懂的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哇，原来我这样上不去的、啊。那我只好走这边过去了，走这边上去。半夜好多人啊！现在早上了，现在不是半夜了，现在早上了，大哥、大姐，早上了，已经不再是半夜了。老头收徒弟吗？我没有收过任何徒弟耶，真的。看这一步过，人，啊！嘿，哎，难道不行吗？哎，感觉不行啊！我想说靠个墙壁，然后往前面撸，看来这暂时过不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想说往这边走的说，那这样子要从上面下来，哎，好烦哦。